然后，哎，我其实就是是一个桃园人，然后来台东，就是之后就爱上台东，然后就在这边工作。有人也是从桃园来的吗？有吗？有桃园人吗？没有桃园人，桃园人比较宅一点呐、啊。好，不好笑，好，那我们就换下一首歌，《失败者的飞翔》。陈绮贞的《失败者的飞翔》。对，你知道吗？听你说话，我只需要听。说话，在你的声音中，安全的让我害怕。这是一个快乐的警告，警告我别想逃。这个特别的时刻，判断绝不会是你想要。像个没人爱的傻瓜，你的影子巨大，像喧嚣的脏话。在一片欢乐的景象之中，我却觉得勉强，在离别的前夕。找不忧伤的台阶下，也想要体验英雄般的夸张悲壮，来不及为你歌唱，你潇洒而昂扬。在一片欢乐的景象之中，我却觉得晴朗，让我为你飞翔。在你残破的天空之上，让我为你飞翔，在你残破的天空之上，让我听你说话，给我肩并肩的拥抱。失败者的飞翔。好，时间过得很快，时间过得很慢，歌很快。再来一首，《三哥一条路》，胜利。你们，他是客家人，然后，那个，所以就是。就是这首歌，对，就是因为我是客家，对，要唱一首像母语歌，就是就要认识自己的文化嘛，就对，对啊，就是好，所以里面的意思你都听得懂吗？听得懂，
要不要介绍一下这首歌？这首歌叫做《山歌一条路》。你讲一次客家话的。山歌一条路。因为只觉得，我觉得台语比较好学，可是客家话好像比较难。嗯，就是客家话好像会一些卷舌的音。就是台语，我们通常就会可以推算的出来，像你好就你好啊，然后你好，对，然后我要回家，我要回回去，就是大家比较常听得到台语，可是客家话反而比较，我要转移，就是比较难的感觉。对，就是客家话可能还是比较少人学的关系。反正，我就是代表客家人，所以我就还是要唱一些客家话。有人是客家人吗？没有客家人哦，好神奇哦！你看这世界，好，没有客家人，好，客家人都跑去哪了？去腌酸菜啊！那就来《山歌一条路》，黄连玉。Go out.
乡啊一条路，山沟啊一条路，转移啊一条路，山沟啊一条路，转移啊一条路。谢谢。其实刚才这首歌就是因为客家歌里面有一种歌型叫做山歌子，然后刚才我唱有一段那个走音好像有点走不知道走去哪里，走到山里面，反正那首歌就是那个一直转一转那个部分，就是山客家歌山歌子里面蛮难的一部分，就我就练蛮久，但是还是会很出彩，反正大家有感觉到那客家味，有吗？有，好，谢谢。好，然后接下来我继续，我要谢谢我的吉他手啦，哇。拜拜。然后接下来换我自己弹，然后接下来歌大部分都是我自己写的，就是你们现在要听到一些可能你们以前都没听过的歌，就是我自己的歌这样子。